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呢是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 A 组第八局的比赛。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杨鼎新九段和姜维杰九段，由我和王磊老师为大家讲解啊。那么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先去看一下。今天的比赛采用中国围棋规则，每方三这个每盘棋都应该是猜先的吧，王老师？对，是的。下面请棋手开先。看到姜维杰。姜维杰年长，对，所以抓子。交换一下场地。姜维杰执黑。是的。王老师，现在是不是感觉猜到黑棋，心里有点凉？对，猜到黑棋的丝丝的凉意，心里先发抖一下。因为毕竟是大贴幕时代哈，白棋的胜率是明显要好一些的。是的。特别是在 AI 时代，这个已经给出了准确的胜率了。白棋的初始胜率大概是在57-58%之间。那还是高挺多的哈。是的。对，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给大家摆一摆。姜维杰执黑。是的。这两个人水平应该是在伯仲之间了。比较接近，因为他们等级分也挺接近，都在前十。对，一个是第五，杨鼎新略高，是的，姜维杰第八。但要说状态，可能是杨鼎新更好一点啊。对，前不久好像刚刚拿了 LG 杯的冠军，对，LG 杯世界棋王赛冠军，三番棋的赢了十月。对，而且我觉得从内容看起来呢，也是杨鼎新下的比较出色，基本完胜。是的，下的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可以说这个杨鼎新的棋比以前是，我觉得是有了进步啊。因为杨鼎新年少成名啊，是咱们这个等于是最早入段的一个棋手，十岁就成为职业棋手了。他，我觉得他早年就已经是那种就是很出色的人了，但是呢，可能成绩不像现在这么稳定。对，入段之后两年就拿到了个一个全国比赛的冠军。我记得他早先好像拿过烂柯杯的冠军，那个 是那个比赛水平也相当高，因为在国内现在要拿个冠军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才会有什么说嘛，这个拿国内比赛的冠军难度是比拿世界冠军还难，因为每一盘都是硬仗。是因为下的盘数多是的，世界冠军因为他世界比赛的参加的人数少，所以说下的盘数也少。对，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果说本赛32强，你假如说抽签运气好一点，前两盘可能第一盘的对手比较弱，那第二盘呢也不是很强，那么后面呢，如果说进了16、进了8强之后，赢个两三盘就差不多了。是，关键的比赛能够赢就行了。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下法。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这个小飞手脚已经基本被淘汰了很少见。最了不起有个人换大飞或者单关这个已经很少见了。这样跳的话，好处呢是这个对于控制边和控制中间比较有利。缺点呢，这个脚呢是不那么牢固啊，白棋捡来可以各种掏脚。没错，是的。对于这个结构，我想现在这个顶尖的一流棋手也是大家都研究得很透彻了，感觉已经。对，那一挂就小飞就可以预见了要硬了就小飞要不然就脱先。对对对。如果说现在黑棋小飞的话，白棋接下来会怎么下呢？白棋可能也会一个小飞吧。也会飞一个这个之类的。因为挂一下现在基本都认为就便宜了。能走着一下就不错是吧。如果要走可能就会拖这个。这都是各种定式了。他实战是挂了那个。那就是这也说明这个姜维杰的风格不愿意给你轻易占便宜。是的。所以他先也先来挂你挂我我也挂你。如果你要硬一个的话，那我再硬一个就不亏了。那以杨鼎新的风格估计会硬一个。是吗？杨鼎新因为跟姜维杰他们俩棋风是截然不同，是的，可以说是一个盾后一个毛尖吧。没错。果然硬一个
那这样姜伟杰是不是也能心态平和的应一个呢？还是再继续再去挂别人的脚呢？这个小木脚呢，就是很想先挂它，因为如果说是黑棋两个星位，白棋新小木的话，一般都是黑棋直接就挂小木脚。而且现在挂脚也是啊，现在都低挂了，高挂的话被白棋这样拖一个，对，是啊，如果被别人拖一个是不是觉得不太好，如果下成这样就觉得已经被白棋占到便宜了。不管是跳或者怎么应一个，只要被人一拖，就是觉得亏了。所以说现在。现在的人都不太愿意高挂啊，都是低挂的多。哦，果然，这也是这个姜伟杰棋风的体现啊，四处开始主动出击。嗯，啊，这个局部白棋最稳健的就是尖或者飞了。他实战就是小尖的啊，在这儿各自走各自的风格。啊、没错、这个没得挂角了呢，姜伟杰会不会收回来了？这个局部如果黑棋要走，黑棋就差二。但是这个挂着一下就觉得。再被人家逼住也觉得赚到了，是吗？对，现在挂角挂着一下就便宜了、哦、无论是小木还是星位、都有这种那个哦，他一肩加了黑棋在这儿、继续出手攻击这个真是棋风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体现的。那么假如说现在黑棋白棋点三三的话，哎，对这个局部其实对一肩加、咱们就推荐给各位棋友吧，特别简单的一个肯定不吃亏啊。如果去这个这个呀这个呀那都很复杂啊，点三三就可以不吃亏，把实地拿了也很好下。是的，而且这个也符合杨鼎新的风格吧。这个局部我猜他要走的他也会点三三的、他就是那种厚实跟简明的风格。没错没错，他是实战他走的这个。哦，那这步棋看来今天杨鼎新不愿意吃亏 啊不愿意轻易吃亏。那这样的话黑棋肯定也不会先处理那个，黑棋可能会先攻击那个角。攻击这个角一般是这个，现在是比较对很流行的，因为你要点三三嘛，所以我先把你点三三防住啊，你这个没跟你跑出来，我再继续攻击。这个是比较流行的。对，这也很好理解，反正就不让你点呗。现在这个压住的想法比较少了对，因为压住就将来被白棋这样一挖，这大角可能会没有了。白棋争子有力的时候，这样。一爬，这个脚就很心疼，这个脚、脚没了，这外边就断、不舒服的，所以现在是压是比较少了。这个局部白棋黑棋的两种下法就是，要不走这边，要不就这，要不就三三、看他会下什么。那看来姜文杰也没有想到啊，这个老是那杨鼎新也开始主动跟他对攻啊，没有说听他招呼。很有意思，确实。姜伟杰肯定是属于攻击性的棋风、没错没错，他力量特别大。对、对，虽然说年龄现在年长一些，91年出生的，今年28岁，比杨鼎新大7岁。对，这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代沟了，大七岁。他下的很有意思，这个姜伟杰可教了我们最新的这个 AI 的下法。这招真没见过。以往这个局部是走这儿的，没错。但是最新版的 AI 现在他要大飞了。大飞的话，他是觉得白棋点角他不好吗、这个地方其实我还没有理解透啊，因为走这个我明白啊，走这个黑、白棋要走是拖的，拖了连扳是吧？他飞之后，他就等于你要再拖的话呢，假如说再拖就你再拖，他再扳住的话，这个显然比较好，没错，这个位置比这个好，那远一路肯定好一些。你再扳的话，他再粘，这远一路总好。对对对，这样啊，这样的，你这样下成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大飞的位置肯定比这个好。没错没错。差二好于差一，他是把拖防住了，但是这个棋，但是人家点角呢，在传统上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点角的话，这个比较难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棋你挡，爬一个啊，你搬这个吧，单搬是吧？你搬这个啊、好，因为你搬这个，我如果搬下去，你粘，你再飞的时候，我这个位置显然就不如这个啊、所以我不能搬下去。那就拐了，我只能拐这个啊。但是这个我们传统观点认为，这个白棋也比较舒服啊。那就不是觉得这个子的位置、对呀、稍显有点白棋又得角又安定啊，效率是没什么不满意。但是 AI 眼里他认为这个定型啊，黑棋可以满意。哦，是吗？这个暂时还没有理解啊。只能说我们对棋的认知还是有问题。他认为黑棋这样呢，比这个结果好。就如果小飞的话，可能会下成这样。你拖了连扳，然后吃这个接上他接上，可能会下成这个定式，立一下，这个定式，
这个 AI 的判断里面，他觉得这个棋是白棋比较满意的哦，啊，他宁可下成刚才这个子放在这儿，让白棋点赞的那个变化。嗯，这个说实话不太好理解。我觉得似乎是两个结果的话都是白棋比较满意。嗯，所以这个形状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啊，如果要走的话，黑棋还走这个比较好。小尖是吧，给大家的这个，这样可以火力全开来攻击这个白棋。刚才仔细比较这个王老师刚才说的那两个变化呢，我觉得呢也是要根据那边的配置吧。嗯，可能现在的配置下，对对，可能黑棋大飞还可以。对，这个这个还得理解啊。这个棋我觉得白棋这得切想一会儿。局部点角的话，白棋是很愉快的。是的。他没有点角。他挂了一个。他挂了一个。这个也是一步非常大的大棋。这个局部如果你要先加这个的话呢，黑棋肯定是要反加。嗯。这样这边这个配置比较好。那同样了，如果你要走这个，黑棋也想走这个。没错。那接下来白棋是准备直接点进去吗？还是这个怎么处理这一带？这个局部白棋要走的话呢，是就直接跳起来，或者靠这个。哦，还有第三种就是脱先。哦，这个局部有这三种点，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应该是刚说完他脱了连班了。那这个白棋应该不怕了，因为白棋走这个是最怕这样加过来攻击这个子。当然是以这个姜维杰这么擅长于攻击的选手，他都没走这个，他可能认为这个子不好攻。你比方说他认为这样对他一靠是可能攻不着，所以他干脆就先防守。那这个局部啊，这要走，现在这个飞已经很少见了，基本见不着这个，因为飞对白棋没有压力啊，而且白棋以后还可以碰你。是的，所以现在这个都是这样，赶紧催促你定型，拖到连败。反正他可选的东西比较多。是粘上，现在就下到这儿。下到这儿，那接下来白棋有两种下法啊，一种是接上，一种还有冲啊。当然虎这个也有啊，但是跟这个粘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两种下法。这个有子的时候可以考虑冲，因为这有接用。如果没子的话，那基本都是选择占了。对，是的。看这个今天这个杨鼎新这个火爆的这个脾气啊，真有可能选择占啊。平时他的风格应该是选择果然是冲下来了。这个快棋跟慢棋还真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杨鼎新看来今天想跟姜维杰比力量啊，这个好像感觉这不一定是个好的策略啊，这个。我觉得这快棋是特别体现一个人的，就是他的本性，他可能就是但是这话有问题啊。杨鼎新的本性可不是这么好战，因为他慢棋，他可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不会选择那些比较激进的下法。无论怎么讲，杨鼎新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啊，平时你都见不到和跟别人红脸啊，说话也细声细气，细声细气，听着很有条理的那种正常。但是他今天这个杨鼎新不太这个有点特别，这样吃起来。对，正常是应该是这样下的，按理说是没什么别的变化。这样白棋这个子的位置比较好，所以说这个黑棋这个拖的选择是不是好呢？这个恐怕还得商量啊。这还是走这个比较容易下吧，比较合理啊。接下来这个棋。就感觉白棋配置挺好的，这个子也是地方，这个子也处在好的位置上。但是我觉得黑棋会不会要粘出来要跟他战斗呢？哇，那这个符合姜维杰的风格。但是这个粘出来对白棋两边应该也没有影响。正常来说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慢慢粘呗。这个棋也有尖的啊，这个棋也有尖的。对，是这样。贴完之后自己的气也比较紧。对啊，这属于是双方都不太舒服的下法。尖一个也有。但无论怎么讲，这个棋感觉还是白棋比较善战。我单看这个配合，还是白棋觉得不错。如果不粘的话，主要也没有棋。对呀、啊。或者把这个跑出来，但是这个跑出来的话，将来这边白棋可能会容易围出很大的空来。所以这个跑出来也不太好。如果要抢这边的话，那白棋这边再补一手，那可能将来就没机会动手了。所以这个棋黑棋是面临着比较难的选择啊，果然粘出来了。这个姜维杰展示他的力量了，没错。我感觉这个局部是白棋不怕的，白棋无论是贴还是尖啊，战斗起来，白棋应该是很有力的。因为黑棋这三个子不但气紧，还没有援兵，
离这个各处的援兵都离得很远，对，啊，贴啊，这个走得很紧凑啊。那接下来呢，这就肯定要跳了，对啊，因为这个猴一个是迂形，这肯定不好，啊、确实跳它反正也靠不死你，对对对，嗯。跳一个正常的白棋的下法呢，我记得以前有先跳一下是吗？对，这个局部其实对正常的下法是跳双，然后再长，再长一个，这边就这边，然后黑棋飞，哎，可能会形成一个弃子，哎，就白棋把这三个吃通，黑棋在那边走几个先手。嗯，但是这个场合我觉得白棋应该不满意啊，因为白棋现在好不容易逮着黑棋一块了，对，肯定想好好的攻它啊，不给它，而且这个头长在这里。跟这边的配合是不是也感觉不是很合适？这个和配置有关系啊，这个和配置有关系。这个场合，我觉得白棋恐怕不愿意轻易放过黑棋的啊，肯定是想着要整体攻击。那这个局部要把这个跳出来，这样子跳这个，然后黑棋跳这个。对，这时候这个子看起来也看着是越来越光彩夺目了啊，这个配置很好，这个这个棋我觉得布局是白棋比较满意的。哦。这不跑也不行了，你看这个咱们说这个逃跑的时候还是忌讳自己逃啊，就像你出去玩的时候有个伴儿总是比较好、自己出去就一个人溜的单蹦的是吧，对，那没什么乐趣，觉得挺无聊的、对对对、所以王老师下的很简单，他就自己回拆一个、我还想那个地方会不会要以后打进去那你力量太大了啊，这个只有四个不敢，特别是这个还没活的情况下、就是当然是得这个先走好了，然后再、然后被王老师机智的补掉对对对，因为你力量太大了，不敢互补哦，这杨丽英还在想，对，那他可能在衡量这个下法和这个下法，对，在这两个下法里进行衡量，我猜他还是要会选择这个吧，因为这个局部还是想来点厉害的，不想给黑棋有转身的机会，没错，是这样，他很给面子啊，小跳了一个，接下来那就再猜走这个了。正常是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回拆一个。那白棋好像没有什么不满意。对，白棋这个结构很饱满，对，很好。黑棋这个有点孤单。是。这个所以说刺了一下。哎，我先占你点便宜，是不是？也是想问问你，你肯不肯接上啊？如果肯接上的话，他刺到一下是不是已经那倒也不亏。如果能跳了，跟这个。他是不是准备从这儿？哇，你力量太大了，不敢。我这要我下，我可能上面飞飞就算了这个，力量你太大了。没有，是觉得接不接都不一定了啊。这个，因为他这个地方有个先手，这个冲断，就说冲完了断这个，其实是得考虑，就是冲完了，如果说你单挤的话，他是冲的时候他就可以冲的时候他就可以跑一个啊。是啊，所以你这个不见他刺得着，不见他刺得着。他是贴的反击实战是贴这个、对，这个也说明了杨鼎新今天很不老实啊和他以往的这种形象不太一样你现在肯定是冲不断，因为你自己气还紧，没错，那也会先虎吧，虎我搬对，然后长应该会下成这样的，正常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总是有隐患，这个冲了断对，是的但是他这个冲断打不打算补呢就不知道当然能不补自然也是，可不是吗但是现在一眼看上去还是有点凶险的这个地方假如说白棋，除非白棋把这三个可以弃掉，要不然你恐怕你今天不补明天也得那倒是总得有补的那一天是吧假如说我这样往上贴一个直接现在冲断也不行是吧，反正我先外面先撑住它呗，对，它反正这个还没有长是为什么，这要被打一下那岂不是要昏过去了我也觉得被打一下脸都得肿起来这个而且这个连扳也应该只有长吧长啊接下来倒是杨鼎新面临选择这几下是不是已经便宜了我们就再补回来呢还是再继续不依不饶还要贴起来你要说这平时我猜杨鼎新可能老老实不会高高兴兴他很乐观的一个选手经常这下一下是觉得自己的棋形势很好属于乐观派但是他今天这种火爆的棋脾气我觉得他不一定会补他有可能还会继续这种继续在这种贴
其实怎么看这个战斗，都是从道理上来讲，都是白棋比较哎有理的那一方，因为白棋它贴起来了，要在这边围成一块大空，那也是不得了的啊！你看这个这边啊，全程空都一眼看上去要快40目了。对啊，我觉得这块好大呀，待会把这个尖顶顶出来、这个贴也对黑棋是个艰巨的考验，这敢不敢搬呢？这也是个问题。他搬了，哦，秒搬呢。啊，那就是说他在长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他可能之前就已经想过要搬、那估计是，那这气势这没什么好商量的了，估计这个杨鼎新被秒断嘛，不可商量了，已经是对对对，要不然这个就显得要示弱了啊。如果说比方说啊，如果这样这种补这还有味道，那只能这个是补的最干净了、对，那黑棋要补断吧、这个还粘上吧，那走这个这被刺一下这还有吃。哦，那如果是这样，其实白棋便宜不便宜也不知道。这个图拐过来很厉害啊。接下来你惦记这个打入也有可能啊，而且对这边这个形势的发展也很有好处啊。所以说这个白棋也很难，不太想补啊。白棋我觉得很想断上去。这个地方是不是杨鼎新开始用他的保留时间了？应该是，我没看清楚，他应该有14保留时间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不下子了，可能他。跑了一个，他先跑了一下，他怕一会儿跑不着、是吧？对，这几个气紧了，这可能走不着、但是这步棋官子会稍微有点损。黑棋大吃。他既然走了这个，那我看他一定是要断了。那估计是，他就没打算走那个了。如果打算这边补，这个就不用走了。对，这个跑本身是损目的吧？是的。这样，这一开始两个人就开始激战了啊。但是从这个策略上，应该是姜维杰成功了，因为姜维杰本来就喜欢战斗啊。杨鼎新是最好不生事儿，属于是老实人的那种类型、啊。那可以说，这姜维杰今天这个策略很成功。你要断的话，我可能会先双一个。这个有点看不清楚啊，这个局面有点复杂。这要接下去这个战斗如何进行呢？这是一个很考验人的问题。这个冲断是，这两个气也紧，这个冲断是很现实的，这三个可能不保。现在目前这个冲断是马上人家就要下。但是这个地方白棋黑棋跳有先手啊，因为可以下来，这个子也很危险。现在黑棋白棋，白棋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白棋长一个，看看你走什么。如果说你要冲断，我有可能会弃掉，挡住。你断。断一个，他先。我不能吃这个，吃这个这个被吃了，一断吃这个外边死了。对，我就粘这个。粘上。如果你吃这时候，我这靠住是不是很愉快？这个是。接下来你不走，我这地方一挖吃，你一粘，我再一吃。接不上。接不上。如果是这样，你这吃的不到10目就显得小了。是的。那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其实如果白棋可以弃子的话也不着急补啊，可以考虑先长，先把这个长出来，只要能撑一次也就有便宜可占。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如果你比方说你要跳这个的话、我这个很厉害，打掉争掉了，我这个子为什么说位置刚刚挂角总是便宜的啊？你看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就引到争了啊！这争量太厉害了，确实那边是太大了啊。那现在这个底下的就死一点也无所谓了，反正所以这先长应该没敢长，还接回去了，还是接回来了。但是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战斗怎么样呢？到底对谁会比较有利呢？就感觉上这一跳出来，似乎是白棋也挺凶险的啊。这一跳出来啊，但是你现在你本来这个子是放在这儿的。对啊，我觉得好多了嘛，放在那儿。这个争掉了啊，这差飞了。这个争掉了，仅次于这样。这样就不用下了，打花30目啊，这是仅次于这样，那这也有个10几目啊。而且这个冲断现在目前不成立了，我刚才还以为你冲断我就算了，后来发现我把你争掉之后，冲断我要粘上。是这样。我是要粘上的。那你太厉害了，你等于是间接。我要求把它粘，我是不是先？你就打一下得了。打一下，对，然后我再粘上。我一尝你跳住了是吧？对啊，这气不够啊，黑棋。245，白棋快一棋。哇，那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有点顶不住了，把我正量的同时把这冲断补住，那黑棋没法看了。那黑棋没法看了。那就是说，他长的时候估计黑棋也只有冲断吧？是不是这意思？那冲断也不成立呀，直接冲断不成立是吗？我知道了，他可能是担心这样，你从这边断，
啊，这个冲段不行，我们就断这个嘛，好几个段，可能是断这个的话，那白棋只有契合的粘上了吧。哇、哦，粘上你也凶险，你还是我看你还是尖这个吧，尖这个也可以把这个补住。哦啊、那这个好一些。但是这边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你比方说你长、嗯、这个还是有个征调的关系啊。那我就先，你先征吧，还是弯一个算了。啊，弯一个比较温柔，我觉得可以先征、啊。好吧，这边这个还要吃的呢、啊，所以说他这个长也不行，他可能只能长这个，长完这个再跳出来，这样可以避免被这个白棋征掉。嗯，日子可能好过一点。对，但是白棋这样这边一手棋省掉了，嗯，那也是白棋还可以的棋啊。这样的话，比方我就贴这个，是虽然没把你征掉啊，但是我这边有可能围出大空。没错，嗯，看着也是白棋善战。啊，这个地方的为什么这个杨鼎新、我们看他实战吧，他是粘上的，哦，然后粘上跳了一个，再跳，长，哦，这个子还是不肯死啊、那这边飞下来怎么办？对啊，这个飞好像很严厉啊，看起来。这你当初念念不忘打入啊，现在那个来了，哦，这个可能杨鼎新缓了这手棋，嗯，这个粘可能缓了，还是应该长在上面、这个飞下来，这个这样飞连不上啊，这样。这个形状，嗯，这个形状人家可以靠断，连不上、嗯，人家就算不断，这样再插你这已经该一手了，嗯，有点难受，有点难受。对啊，可不是吗？被他压迫到几家不说，一手还连不开，这个也不行，连不干净，这个反击也不行，这个挡住之后你再断，这被吃掉了。对，嗯，那可能还是飞或者拖，嗯，只能这两手，这个局部白棋要吃苦头、嗯。确实，我也觉得挺难受的，他是这样。他拖了一个，拖了扳子扳，那只有断了吧？那难道还能立下去吗？哦，那这个太难受了。这就是啊，我就觉得是、立一个太难受了。立一个，将来人家这一顶你还连不上。嗯，所以那只能断了。估计只能断了。如果说我这样的话，嗯，吃出来尝一个，粘上，这会不会形成杀气？哦，这样。嗯，这个哎呀，这个没有杀得赢吗？算不清啊。那我就想走这个吧。对啊，我就想杀得赢、走这个的话，黑棋是不是要想长完了，然后把底下那个二路先爬掉、这个黑棋也挺愉快的呀，黑棋。我主要是这能先手爬一下，我觉得特、心情特别好。爬一下也心情很好、这样如果你要粘上，我爬一下，你粘上，你再跑出去。对。啊，这个白棋这还是没活呀。而且这个子被切下来了，这也太痛了。对，这个看着也不错。嗯。嗯。那可能是这样吧，如果说你断的话、你要打的话，它会不会这样，它会不会就这样断打回来，就打这个、是吧，对，就这样，也算勉强凑活了，也虽然有点惨吧，那比刚才那个变化要好，我觉得。但是这个棋呢，作为黑棋来讲，如果白棋真敢断的话，那黑棋也得掂量掂量，因为刚才那个杀气啊，我们还是没算清楚的、就是白棋万一把你封进来是吧？封进来成立的话，那黑棋这个就不成立了啊。那倒是，你在会计里边把这个一下就算清楚，也挺难的。那是要算得很快才行啊。对，万一有地方算错了，那可就完了。白棋万一能把这两个子提起来，即便弃掉，似乎那块也很大。我觉得好像白棋气不太够。对黑棋来讲也很行，白棋要吃你这俩，白棋这边就已经承认死了啊，他就觉得就先手提掉两个就行了、是吧？提掉俩应该还是没问题的。这黑棋也挺凶险的，黑棋，这个，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可能用时间了啊，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没下子。对，在考虑。他在考虑最狠的还是算了啊。我看即便算了，这个白棋也够惨的了。我觉得是，因为。他这样，还可以点一下，是吧？然后再冲吃回来。再冲吃回来。因为如果直接冲吃粘上，它立下去被断掉了。啊，对，这个点是很有必要的。不能这样，这长不下去。如果先吃再冲，被断掉了，就被断死了，因为这个撞了一气。对，要先点的话就可以。先点它只能粘上，然后它就粘回去了，变成这样。然后再冲。这个白棋都到一路来了，也挺惨的。对啊。将来白棋整体没活，感觉就现在就看姜维杰了。如果姜维杰要敢这样下的话，那这盘棋可能马上要出结果。这样打了打出来，这是黑棋最狠的下法。是的，是的。但是这个下法黑棋也很凶险啊。对。这个还是没敢那么下，是吗？如果说姜维杰都不敢，那可能确实有点凶险。对了，那可能就要下成刚才那个样子了啊。
姜文杰我觉得他一退他一定是也看到了这部点、哦、如果没看到这部点那这个下法就黑棋就不好了，嗯，因为没有这部点的话白棋等于已经活了，这块棋你要假设只能这样的话啊，那差很多、已经活了啊、哦、对，那你这飞就等于没走到东西，对，这不是跟他长下去这可天差地远了、嗯、这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姜文杰找到了这部点的安慰、嗯、所以说哎算了我就不给你我就差一个是吧，来个你死我活了、哦、我就点一个吧，哎，点一个就满足了啊。嗯，这三个必须得沾上，你不可能弃掉，哎、这是奇金，嗯，不是单单木数的问题。这姜文杰一定会看见这个点了，从这个对局心理分析，对、嗯，要不然他忍无可忍，嗯、可能要跟你拼了。是的，是的，嗯，啊、哦，果然这是好棋，嗯，这部点是好棋，这个只能沾，嗯，这就变换了一下次序啊，但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等于这个时候，嗯，等于本来打了战，你会走这个，你走这个，这被冲一下之后，白棋这个眼位整体都有问题了。嗯，是的，嗯，点。那现在主要是这点现在特别大啊，嗯、这一点现在黑棋怎么着都得抢啊，巨大无比，这个、被白棋一手就争死了，这个太大了价值啊。这个一查完之后，白棋这边的形状还有点奇怪。嗯。那接下来黑棋是要把那个先长出来吗？啊，姜文杰是这样，他现在肯定是先利用这几手必然的棋来思考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嗯，对，嗯，这个应该是局部最严厉的，但是他能不能跑啊，这也是心里大小鼓啊。嗯，这个好像也这个白棋气也很紧，不见得敢跑啊、嗯、要温柔一点就走这种。现在反正只要黑棋能抢到这个，我觉得黑棋就不错啊，这个是关键。嗯，这边是严厉一点还是温柔一点，区别不大。嗯，把这个要抢到。啊，现在冲。下成这样了。啊，下成这样了。嗯，这也一定要记。嗯，度过。我刚才看到那个杨鼎新的手好像有点抖、啊、是吗？对，现在就他都 RG 冠军那么大比赛都拿完了，这个卢鑫呢应该不会抖了、啊、看起来心情不太好，这地方下的、嗯、对，我估计他是什么地方漏看了或者怎么样了，因为这个一开始就走到、被人家欺负到一路和二路来了呢、不知道他是没看到二路点确实不太好还是什么意思、哦、杨鼎新基本功很扎实的，要不然也不会十岁就能入钻，十二岁就能拿冠军啊。好吧，这是天才的标配，这种点的小手机应该难不住他。嗯，慢棋他肯定会看得到，但快棋呢他可能来不及算那么多变化。嗯，杨鼎新的快棋其实也挺厉害的。哦，嗯，因为基本功好的人一般快棋都厉害、啊、那倒是，他不容易崩溃、啊、慢慢跟你耗着。哎，对，他下着下着你出毛病了，对，他逮住了他就行，然后你就万劫不复了、哦，直接长出来。嗯啊、那看来这个姜文杰还怕这一代纠缠，怕落后手。嗯，他觉得是可能先走不便宜，先搁置一下。嗯，但是这个你要啊、如果说白棋要走也没好棋走、嗯，你要贴人家虎，嗯、你跳这再打，白棋也没好棋走，走不动吧？就觉得要走的话，嗯、往底下漏一个还是怎么着？你要漏也不怕，我还是怕你出头啊。因为咱们说这开局还是尽量别被人家封进去啊。嗯、现在这地方白棋难受，就是要被人家封进来。嗯啊。先尝这个，怕在这一带走落后手，所以他先尝这个，确实是要点，必须得抢的啊。尝这个是应该是个硬手吧，这尝这个是看你是顶还是粘什么。我顶一个应该没亏的地方呀，这个反正这个也不要这个几个气、啊、这紧住白棋气也没意义、啊、嗯，黑棋气长了也用不着，我顶这个对你这个压力大。那顶一个他是打算顺势长出来吗？那我现在估计也不敢打，我就跳一个算了。哦，嗯，那这样这得走吧，这不能脱线。如果这被黑棋先手封住，我觉得白棋有点不妙、如果不走的话全是黑棋的，如果不走被黑棋这一冲，你不敢不走，我就不行吧，死掉了。我觉得好像太悲惨了。你恐怕得贴，但你贴完之后、这个还没有活尽。对啊，还没有活尽，而且你就算你假设贴一个长一个、嗯、你就算活尽了，这被飞一个，这角被先手围住也受不了、这些黑棋比较善战我觉得、接住啊。那姜文杰是强调这几个字的气，对，是的。
因为高手对气都是很敏感，没错，因为被人家出妙手啊，吃占便宜都是气紧的地方、啊。你说如果说这样一来的话，气里面气其实很紧，如果待会冲完扑完，你这沙子要没、嗯、要连上的话，就一气都没了。对，这样有三气，嗯，也很稳健，是，也很稳健，可以理解，嗯。那这样的话，白棋小尖了一个，他是暂时。哦，小尖，如果出这个头，害怕被人家跳住，是不是？他先铺了这个，是你硬手。哎，很有意思，因为现在的他不可能粘在这儿。啊、嗯，如果粘在这，这要跑出来以后有区别。要跑了。啊、嗯，他铺一个是去你眼位的意思、啊。对对对。如果你要提的话，那你将来这个地方的眼位会受到影响。他铺着了就不一样了，总是便宜。因为如果说刚才直接跳长了再飞这个，他铺肯定是粘这边。哎，对，这铺一个对眼位去白棋眼位有好处、嗯，这个时机还是不错。对。踢掉，嗯，这很细啊，这种地方，嗯，吓得，因为这很有可能待会儿就差这一个眼，对对对对，这可能性很大，嗯，这个也是一个次序、啊，能铺着一下，他总是赚到的，嗯，接下来这个地方肯定要走，就是走什么的问题啊，就王老师摆的那个跳，刚才，或者跳或这个。这个看不清啊，这个老担心也跑出来，但是他这个是不是因为把这个气延出来就是为了这个？有可能，因为这个好处是气长，嗯，但是你要说对白棋这三个子的压力还是这儿好，嗯，啊，他既然延出来气，他是不是在动这个歪脑筋？嗯，啊，这个被严重了啊，果然就是这样、啊，他这个思路和逻辑是连贯的啊，嗯、他这个这也很厉害啊，包括这个铺完了、哎、这一打吃，你现在你的白棋如果跑这个的话啊，他要粘上，哎、粘上、嗯、跑一个、哎，然后我再打吃，打吃，你要粘上收气，啊、那被一送下去的话，这你一粘不止一气一走。您后手死那不行啊，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这一打。你一跑，我一跑，嗯，啊，估计也不行、啊。对对对，我也不知道走哪儿了，已经。你尝这个的话，我这个结实先手、嗯，然后刚才因为差的不止一气啊，你这差太多了。对，啊，那就是说黑棋这打是成立的。嗯，是的。啊，姜维杰这个之所以粘在这儿，是为了使这个打吃成立。嗯。哦，那这个白棋有点难过啊。如果白棋只有提的话，那这个地方铁定要落后手。那肯定得走一个，这不走、嗯、被人家随便走一个，走一个是不是活的？随便走一个都死了。走一个，如果将来这有个子，这地方是不是还是眼位有点问题？好像活的不是很安全。哇，那如果黑棋这个变成一排后士的话，那这黑白棋这三个子就有点像大海里的一叶小舟了、啊。这个这边的形状还是有问题啊。嗯、那这个棋恐怕白棋苦了，这棋。这说来说去，这当初也就是这一步棋的事儿、啊。高手过招呢，啊，就差这一步就够了，一步就够了。而且我记得听人说过嘛，嗯、就是说，当年这个聂老在这个非常这个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嗯、有一个可能水平差一点的人和聂老下了一盘棋，嗯、下完之后特别骄傲啊，为什么？他说：“哎呀，我跟聂老下棋。”我也就卖一气啊，卖一气你们就死了吗？对、嗯，其实要让一气的话，他聂老也不是他对手。让一气的话，那棋可能下的不是那个样子了。哦，这个厉害啊！嗯，这个正好是这个的弱点啊，瞄着这个地方的断。嗯、哎呀，这个棋恐怕得给杨鼎新加油了啊！现在是这三个的问题还没解决，这边又出现问题了、嗯、啊。这真的绝对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一点破绽就会被对手追击的，简直是。对，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你要爬的话，这长，好长，粘上，我拐，那还怎么？你可能就怎么办呀、啊？你这只能跳这个了。嗯，然后再压过来。我压。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只能这样了。那也不嗯。一人吃俩，但是好像黑棋吃的有点大，黑棋这地方是带着地的啊、嗯，带着十几目地，可不吗？你吃俩呢，就是四目棋啊、嗯。但是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不知道。因为这个俩吃完之后，这地方可能反击出来也有点棋下。是的，是的，是的。这样等于这样就会形成黑棋空多了，但是白棋变厚了。嗯。那怎么办呢？哦，好难啊！哦。反正我也防守不好了，我就有点吓人了。这是一个烈型、啊、反击吧，就是典型的烈型。这个已经、就是哦、这怎么有一种
枪法大乱的感觉，这我还长呢，这是我也不知道。现在你又不能粘了，你要再粘这个应该放在这儿的。那我就爬底下呗。爬底下我这一断，哇，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了。这个、感觉上、这个是有点勉强，这个、这个白棋这个气也很紧啊，有点勉强。这确实、这个地方有点危险，我觉得我要是白棋的话，我可能还是得想办法忍一忍。就刚才那个变化吧，好歹也说也是吃俩，可能还是下成这样，哎，尝一个，对，粘上，然后黑棋拐下去，再跳一个，哎，这你只能压，黑棋压，要不然被我拐住了，然后贴一个，一人吃俩得了，吃掉，然后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儿上，这个飞出来，然后攻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俩也吃了，你把我夹住了，对，这已经张地变厚了，这样有点吓人啊！这个今天其实从一开始的下法，我就觉得杨鼎新今天的表现力异常，不像他往常的那种那么沉稳，是吧？对对对，他往常都特别冷静。对，往常哪怕就欺负他一下，他只要觉得能过得去，他也就忍了。反正他基本功好，他慢慢等你的毛病啊。今天他一点小亏都不肯吃啊。尝一个。哇，这个。反正这种局面是很对姜维杰胃口的。对，我觉得好像还是对黑棋比较有利吧。对呀、这个等于是白棋也没走到什么东西啊，白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这个都是在一二路。讲了这个地方尖，我总是很担心啊，这尖住之后白棋这个眼型还是不足。这地方我觉得尖一个，我觉得白棋多半要走一个。如果走，那我应该马上尖掉。啊，这个不亏的啊，因为我反正也不可能底下来。如果能走到的话。但是我担心姜维杰可能是不走也不敢走了。他也不能欺负人太过头了，是吧？老实人也有个限度啊。现在那边就是站得火热，你这地方走个后手也受不了。把人惹急了待会儿。对，这让马飞刀比让一气还厉害。姜维杰现在在考虑。这个压肯定是最强的了，因为这个你要不走被白棋压也很难过。对，压的话白棋得走什么呢？白棋是不是只有猴啊？因为你搬的话这个被冲掉了，你只有猴。就猴出来是吧？猴出来我再就猴出来吧。我再怎么再跳一个还是怎么着？这样、这个棋可能也黑棋也有担心的地方。黑棋如果要处理这边这两块可能会有点忙乱。没错。因为白棋现在这个角毕竟已经活了。那从外面走走呗。那黑棋会不会这样？黑棋占据这一点。对。经营这一点。这个跳很大。那边反正本来就都是。对，我觉得那边都没有这个跳大。你要把我吃了我就这样。哇、这也不小。一会儿这三个可能就是这样就全吃了。那他肯定得跑吧，这不能这样被吃掉。那这可以认了，我觉得。也可能这样但是这样的缺点呢就是这边现实的先损了。这个等于是就像做买卖一样，你先投入了不少的本金。对啊，是的。这个未来的收益还不知道。反正这边白棋肯定是中间要跟他拼命了。虽然肯定是黑棋好下，但是也没有那么清楚的啊。想赢下来并不容易。没有那么一眼就把你给抓起来的那种效果。黑棋搬了一个。他还是选择取这边。对，比较沉稳的下法。他瞄着这个下边这一搬，搜刮你这个。这个反正你也不能断啊，因为你这几个气紧。断我就拐出来，这个也不怕吧。那白棋是不是还是得先走这个？跟着搬，哎，那现在黑棋再走这个是不是就便宜了？我搬着一下，你这样你还是只有吗？对，还是我弯出来吧。我要这样，你现在那边都还吃不进我，那黑棋可以啊。你刚才让你吃了，我们一看这黑棋这边也都挺大的。你让他吃不进我，我这样下岂不是更有利、对呀、这样进吗？这好像也不太近。这以后这一粘出来要活了的话，这个待会对对对，这白棋比较恐怖了。这个。姜维杰显然是打算把这两个弃了，因为这个一压你要一走我一夹已经死了。对，这三个跑不掉了。姜维杰选择把这俩弃了，把这个虎住。这个虎住当然也很舒服了，形状确实是完美的形状。等于这样他放弃这个把那边救活了。而且以后这底下还可以搜刮他一下之类的。是。那活的也没几个棋，我感觉还是想下这种啊，我想压出来。旁观者喜欢看大规模的这种战斗啊，这样的话局面就容易缓和下来。对，那样多过瘾啊！那样这边是一大块空啊，这好像说这个压住还是很大的，把这两个黑棋两个吃掉。
但是作为对局者来说，其实这样下呢更容易控制局面一些。对，他可能但那样就不知道了、那样我们爱看、他们可能下起来比较累，那样就有点孤注一掷的感觉、对这个姜伟杰觉得这一虎是非常舒服的、对，这个形状啊，这个但是这个也得防住啊、这个地方有个穿。待会儿如果黑棋把这块处理好了、那全盘白棋的目数就没多少了，这块棋待会一路大飞搜刮它一下没几步棋。对，我们说这个目数没多少的时候、一般都是指你要哪一块棋都超不过十目，你这全盘棋估计目数就有点问题了啊。现在白棋确实是各块都是七八目，每块棋都看不到目。但是这个地方也得也是比较担忧的地方呀。我觉得姜文杰是不是还是这样想的，他觉得你虽然吃掉我这两个、但是你整体还是没活。没活。你没活。对呀，我这以后整体可以攻击。比如说这一带都有先手的、这个就是先手的。这样一点给整体攻击。这个也是先手的、他靠了一个黑棋。靠一个、那是防备这个。这是正手吧、应该是。对。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就比较要紧了。如果说黑棋将来什么时候能这两个交换一下，我觉得这个棋还是黑棋非常好下的棋。但是现在这有点变数啊。这个飞出来黑棋这个也没活。这有点变数。对。但是黑棋这地方有个眼。是的。所以他那我这个呢还是有深意、这个要不走的话这被封住也难受。这个还是要走。总而言之他就是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先手。要不然早就走了。对、这如果是先手他就走了。如果是先手他肯定早就走了。他担心这个。毫无疑问就走了。确实是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应该要搬吧。搬的话呢这活着活太惨了这。那难道单退吗、还是。对。其实我就单单退你也可能不敢吃啊。我这搬了粘上这个冲是先手。是。这样恐怕也吃不掉吧。确实是。这样应该吃不掉。接着这个冲是先手。这样你圆的话这边就跨。跨应该跑出去了。所以尖一个确实是后手。对。走不着。虽然这步棋很大。对。但是即便走不着也很大，因为下一手产生的搜刮的也是价值是无以伦。你就退回来我就或者顶住或者退都可以。远远做活也是惨得不得了。两目。果然这个地方是不能错过了。这也是。等于白棋是唯一能有指望占点便宜的地方了、其他的这个已经很惨了。对啊，欺负到二路了。可不吗、这本来刚才白棋多两手棋的地方现在。刚才我们一说都是要围四十目现在只有七八目了。就没剩几步棋了。是是是。再这么下去黑棋都跟他差不多多了，这就是说。那这样的局面我感觉还是黑棋好下，要不然姜维杰他也不会放过那种跟你来硬的这种机会。可不吗。这个好行啊。这个好，因为接下来这个压很有力量，压过去你要压我就顺着就跑出来了、这个地方如果要冲断的话估计是有点过分的啊。因为白棋现在这个气很长，白棋这样缠过来之后这俩现在重现在没靠的。这个有点过分、这个不能冲断啊。对。现在就是不是围棋十诀说这个势孤取和嘛，比强自保，现在就是白棋比较厉害的时候你需要避避风头。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步棋。王老师说围棋十诀，我想到有新十诀了，好像。新十诀，新十诀是什么？看到过，这还没有学过呢。叫他可否这个请教一二。新十诀比那个旧十诀比起来呢，就是说，他说是势孤取和，或者说是就人家势特别大的时候。我明白了。然后入界宜缓就是。他是入界宜深。对，势孤要战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吗？他是相反的反正意思是。比方说第一句是不得贪胜一定要大胜。就是全是反过来的是吗？对，很有意思。那也是。新位靠上去了。这个靠。怎么是现在有的时候？对啊，这三个都没有，这两个都没有的。本来是靠的，这个有了还是要靠是吧？这个正常应该压正手应该是这样啊，把这个头出去，这样这个铁头价值很大的啊，对这个白黑棋总是个压力。他现在他就不肯用普通的下法。那说明现在杨挺新可能觉得形势也不见得乐观。没错。是吧、所以要高高兴兴就好呢。那他肯定下得缓和一些。都不动脑筋了这。他可能就还是想要这个下得撑一点、厉害一点。对。把你这个子直接吃掉我就不用自己后手补断了。没错。但是姜维杰干嘛
那肯定不答应啊，这个在外面。如果退的话，那显然白棋是便宜的啊、嗯。任何一个退都是便宜的。对付这种靠最厉害的就是搬，搬那个啊，搬这个。搬完，然后他搬了三三，在这儿。咦，很有意思。是的，这个地方这有个冲断呢 啊，我觉得这个棋应该还是走外边是比较重要的吧，这个棋。因为这边这块中间的后薄出入特别大，因为白棋这个还没活呢，所以说如果是黑棋中间变成后势的话，那白棋里边站在做便宜都难说是很好的棋。我看是黑棋的白棋的下法应该还是偏向于取地，好像可能白棋觉得自己扣不够了，他好心疼啊，被对当初要围四十目的地方现在没了这个我觉得有点，虽然没看明白，但是觉得似乎是白棋有点疑问似的，这个棋啊，黑棋断打，这个对断打，那估计应该会跑，这个没活呀，这个地方不是，我要这样，这个战斗觉得白棋是有点凶险的呀，这只能粘上。这那边有个这只能拐住了，只能拐了，这也没什么好想的了，好像这基本上必然了。这能冲断吗？这不行吧？你必须得冲过来呀、啊！你这个不冲过来，冲断吗？你不冲过来，你那冲断被打失，然后脚上一打，一打我爬，就爬一个是吗？对，这是什么？现在你这个不是也没活吗？我这个气很长，这个地方我这个一会儿我靠一个，你护住我打失完了。我这个也能把你封住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显得很乱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局面只要乱的话，就杨鼎新成功了，因为他是落后的一方，落后的一方就是希望就要搅乱了，是吧？唯恐天下不乱。接下来这个棋，你粘上还是提掉？你估计还是粘上好，因为你要提的话，我这已经可以动手封你了。那粘上你退一个已经活了几步？单退的话。你这个得粘啊，你不粘被我先手输两下受不了。是啊，他有可能打在底下。对，人家哎呦你还有狠的呢，就是是啊。那然后就是这个能不能封进去的问题。哇、这个、看不清这个。封进去他好像能活，他挤完了挤这个，如果不怕你活呀。对。你要被我封的原因就是你活就活吧，你活就活了啊，你两眼瞪活我不怕。嗯。这个看不清，这个下法对双方来讲估计都是很有风险的，对这个棋。我们看看他实战啊，实战是进行到这儿。啊，那就是说，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次序吧，看看他这个次序，我们肯定是这可以推测出来啊。搬的时候啊，黑棋打吃，这得跑，哎，打吃，长一个，这也得跑，再打吃，什么命令棋呢？三上，然后这拐也是必须的、啊，对，是的，被通出去受不了。那现在。黑棋也只能冲断了，因为黑棋如果一旦被白棋连上，这个还有问题呢。是的，那就那好像都没变了嘛，都已经哇，那就决战了，反正就这样了，就是这一圈子满了，就这样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谁这个更勇敢啊，勇气大、勇气足的人更会占便宜，因为都看不清。对，你谁先敢出手的人肯定占便宜。他往前一冲，你可能就要退。这种时候不能退啊，一定得勇猛的冲上去。对，这个时候这个看不清这个棋。但感觉上应该是黑棋似乎是因为就像你说的，黑棋万一杀不过还可以往回做活、实在不行我就活了、对对对，应该是黑棋可能余地更有一点。但是白棋也没选了。因为如果一旦被连上全后了，黑棋全后了还没走，这确实是一个胜负的关键之处。估计杨鼎新得把他的十次保留时间得用个至少一半吧。我有点看不清他那个剩几次了。比较黑，反正剩几次就先都用几次也没问题，因为这恐怕这是一个这绝对是个关键、这盘棋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分水岭了、一个十字路口、你敢不敢跟他一决死战？因为你现在这个退是可以活的、是的，可以活的，但是你活的话太委屈了。对，敢不敢？他不肯这样。估计这个如果要战斗的话、估计大家会比较喜欢、对，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嗯现在他这个还是先手，
这太苦了吧，活的。这个如果是先手，你等于你这边完全吃不住它。就这种地方都是先手，这个弯、哎、这个档全是先手。那就是说黑棋自己已经安然无恙了。啊、哦，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失败了。那白棋你当初何必要靠上来呢？你就简单的压一个，这个自己也没也是活的。嗯。而且黑棋还薄。对。同样白棋，黑棋脚里没什么空。嗯。还没下，确实是难。嗯，这个地方难，这个地方需要勇气啊！他退了。哎呀，刚说需要勇气啊！我们还觉得他是不是要决死战呢？这就不好看了、嗯、啊！对吧？这多好看呢、啊！这反正是他们赢输是吧？奖金也不分给咱们啊！下得越热闹越好、啊。这一冲断这个局面，那多激烈呀、啊嗯！这一退，一下子就局势平淡下来了。对，已经好像没有什么嗯。但是从整体的感觉上来看，应该是白棋有问题、啊、因为他这个靠的效果就得不到体现了。嗯，白棋黑棋把这个做活了，是价值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嗯啊，因为他在左边已经获得了很大的便宜了，所以他在这边只要全都能做活处理好，那就是很好了。这个先手对白棋来讲很讨厌，因为现在你吃不掉他这个角了。你怎么吃？你比方说，你正常情况你可能一打一爬就能把他这个角吃了，但是现在人家这个猴是先手啊，因为你这随便走什么，这一拖你这个就死了。是啊，你这个也没有用。死得特别明白、啊。对，这个死了。嗯，可不是吗？所以你现在这吃不着他这个角。对。那这白棋有点难办，而且这个中央现在还是看着挺薄的。这我这里已经不知道走什么，我正好看一下他走。先解决那边的问题。正好看看他走什么了。啊，这黑棋断吃、打断吃都是比较长了。这个局部怎么办？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从外边吃了？嗯，可能这样会好一点吧。啊、嗯，这个，哎呀，这个棋我觉得可能是杨鼎新有问题了。他本来是挺勇猛的，冲过去说：“你敢、嗯？你敢动？敢动我揍你！”结果这个姜维杰不信邪，我就来。然后杨鼎新软了，哎呦，大哥你厉害，这一下子还不如当初压在这儿了啊！这个结果，嗯，毫无疑问是力量是姜维杰比较大。对呀、啊，你这个得认清，显人家是靠力量吃饭的。嗯，像这个地方一尖冲已经打得白棋，有点没有还手能力那种感觉。对呀、啊，他确实很难硬啊。是啊，尖冲一下，你跟一个这个靠力量吃饭的人比力量，那确实是人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是吧？对对，我觉得总觉得这不太对劲啊。嗯。这怎么办呢？没有，不知道。吃这个的话，我一粒这也吃不掉我。嗯、现在就是这个白这个子已经死了，嗯，因为这个是先手的缘故，嗯，这个子已经死了，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比较好的包扎吧，嗯，立这个，立这个他就挡一个，这挡也是先，这还得做活，立这个也没用，嗯，也没有用。立一个，如果说挡这个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小尖一个，啊、哦！你要是这样是，哟，你还是有招啊，有招。那我可能不能挡这个，我得挡这个啊，要不然中招了，一不小心中招了，一不小心就中招了。对对对，好像只是只有挡、这个。哎，这你不行，这你对这个我怎么都是后手了。这你怎么？无论如何后手没赢。要这样的话，你这已经活了。然后我把对赶紧把这个吃了。我点你圆，吃这个或者吃这个，双活，哎，这样坏了，这样你得手了，你这我完了，捡着了，这个属于捡着了。嗯。哦，他选择的是跳这个，那显然也认为这里已经死了。嗯，这个是先手，这已经死了。嗯，哎呀，这个棋我估计杨鼎新肯定也后悔啊，当初这个过于逞强了。对，嗯，这一代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收拾了，不好收拾。对，不好收拾，反正就底下就算是人家的先手呗。你现在那一招已经都没用了，对，你现在就算下成这样，我这样一挡。也是死了那样。对，我这个四气你三气也吃你了，啊、怎么办？啊、哦，还是立。嗯。那这也没用了，挡这个也可以，俩都可以。对。随便挡一个吧。对。黑棋把脚吃掉，那白棋等于是没走了东西。没错。嗯，最重要的是黑棋变厚。嗯。那将来就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攻击你这个，啊、嗯。你以为吃了我俩挺厉害，一会儿我整体全把你给吃了。嗯，
他是挡了这个、啊、心情好、这个、对，我也不保留，马上搬掉吧。马上你这一二两只眼睛、嗯、啊，两目齐做活，对，然后吃掉，靠脚上。白棋的目数呢？加起来十目。这个有一二三四四目棋。这个好像勉强算一目，还不一定有。对，不知道。四目这一大伸腿就十目棋，最多了不起十一目、十五目。啊，全连二十目都没有。这里面大伸腿，白棋顶住，然后再挡住，是这样收吗？应该是吧。挡住他弯回去，嗯、这里面补哪儿啊？弯一个，弯这个是、啊、对，哦，弯一个，一二三四五，五目。嗯，也就是超傻，这多十目，加起来撑死了十目，还、哦、还得算上这一目。这个姜维杰是很有追求啊。好狠呢、啊！现在先得把它冲掉，然后把它冲、这个是什么情况？外面好多断点啊、哦，他脚里这样。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他缠了拐、嗯、对，吃外面他这样他吃粘上接上、嗯、你也不能立他断了挡死了，他只能粘上，这样他不能靠了，但是他弯一个拐、嗯、他弯一个脚上是不是有点味道，走，你要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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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嗯、有一个赖皮劫，对，但是赖皮劫显然打不过，因为那个白棋黑棋有好多劫，嗯嗯，而且你这个地方马上得补断，但无论怎么样黑棋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凶的招，嗯，但是有多大便宜我也不知道啊，有多大便宜啊，你、哦、你要求眼杀是吧，但是眼杀我这立完之后这以后一尖呢，尖我团一个，你团这个，嗯，哦，你这个地方还比较妙呢，也没有棋、哦、啊，那有可能，但是我如果这样有个子呢，你这里是不是得补，是的，因为你虎不着了，是的是的，那也不一定便宜，好像不见得赚，我觉得你本来一手就吃掉了，对啊，就是这样啊、嗯、冲完之后拐，嗯嗯，现在白棋不能拐了，这个大家得注意啊，一旦你这个点不成立的时候、嗯、点如果白棋现在点，因为爬了有断不行、对，嗯，这样被黑棋这样一做给掩杀了，嗯，你一立我一圆一扳，是的，掩杀了，对，嗯，你一搬的时候，我一扑，嗯，你这尖都见不着。嗯、这个还真的是不行。他点的时候，他爬完了，然后他直接断打在上面长出来，把他夹死了。对，你要粘上也行。这个你在这个边没走的时候是这个、嗯。他必须得外面虎，他是虎了一个。啊，那虎一个黑棋也得补、哦。白棋现在虎一个，正常是应该补回去。嗯，那黑棋会不会这样争个先手？嗯，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嗯，赚吗？嗯，也没，但是那得看他怎么想的了。他如果还想着这个眼位问题，那他是不愿意糊这个了，因为糊完之后人家这个打粘不上。对，是的，是的。嗯、你肯定你想补回来之后，这个很攻击、嗯、就不知道。但是现在我觉得就还是糊了得了吧，还是糊一个好事，您、嗯、觉得？糊了得了吧。嗯，这个如果是你拐我这样能吃，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厉害，这个。就是太厉害了，我没看错吧？这里面啊，我没有看错。其实我也在看呢，因为我总觉得不敢相信，因为我觉得好像白棋不行，嗯，简直是不敢相信。哦，我有点看明白了，这个地方还有点关系。哦、他扑的时候挤一个，你挤完之后，这个地方可能要漏，人家这地方被人家压一下，可能有整体的这个接不归的关系。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虎完之后，这个压的时候，白棋这一压的，你可能不能走这个。哦，还有这个问题，嗯、如果说白棋拐，对对对，要做眼，做眼，我可以先立外面。然后团住，嗯，这个，这都无所谓了，因为这个什么时候尖你都得走这个，对，啊，都一样是吧？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气紧了，还是有问题呢？搬了一铺，然后我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如果要气紧的话，哎，我吃了粘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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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你这个压，你他可能唬不住了，就是这一下，就是那一下的关系、嗯。如果你要能把那下撑住，就可以脱险，嗯。这样他们在读秒中算清这么搞脑子的东西也很难，我们在这摆都没摆清楚呢，这是什么？但是这个好像打不着啊，打的提到那儿，你打我可以提到这儿，对、啊，你这个粘了我就把你这个气紧住了，他怎么都是走不着那一下的呀、嗯？就是说你走不着，那我要、啊、横竖都是走不着那一下，那这样呢？我刚才还在看这个，这样你搬这个，嗯，也没问题，对 啊没问题，那我们哦。我们虽然是看明白了，但是姜维杰的一分钟之内看不明白，因为他这里面有点绿，有点晕，因为他不能像我们这样在棋盘上摆啊，对啊，在脑子里算是 啊
特别是他现在又占据了绝对优势，万一不小心让他做了就全死了，是，这还可以理解，这不能乱试的、因为本身这也是个俗手、这万一要试出问题来、这就麻烦了，可以理解、因为这已经黑棋已经便宜很多，就别撑那一下了、算了，白棋这个还没活，他是跳了一个黑棋脱了力啊，那这就已经开始就是求稳了，这个我们可以随便简单的数数空，50 11 12 13 14 22 30，那边角都不算就已经30目了，十目，那就算那个如果跟这边都算差不多了，那白棋就15目棋，外加这个薄那个薄，那黑棋可以说现在优势是很大了，这棋啊，黑棋现在只要是这边跟那边走个目数差不多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那个白棋最多10来目，这现在黑棋就是随便就盯一个就已经10几目，那这个棋，那个黑棋是有明显的优势的，没错，更甭谈这个跟这个都还有点薄了啊。现在如果是说，他还是想着要攻他，我想着赶紧把空守住。对呀、我也是觉得这手怎么这么大的，没人下呀、的，这看着都眼红，这步棋、他一定要使他这个对你这个眼位造成的压力，好吧？体现出来，好，而且还不念念不忘，你当初吃了我俩，我得找回来，这确实是啊，这一飞机这还有个弯出来，白棋得冲掉、白棋要冲一个吧，冲一个是先手不断俗手啊，但是冲也是俗手、但冲完了被一飞依然很难受，对呀、这确实没活呀，哇，这个黑棋这个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啊，等于是、那等于是白棋在本来就不利的形势下又走了一个步无理棋，现在是雪上加霜，那刚才说起来还不如单贴贴回去，那是，那早知道、那这个咱最好早知道就不是这样了，是吧？这冲完啊、冲完了，先安定这块。他是拆了一个，这个也大，对，你要不走，而且这都是木啊，这个、这个带着木，你就不活了，要走，就飞一下，飞一个。他是先尖冲了一下，尖冲这个。这个难道是已经要把这个拿下了吗？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我们要看成这样、他如果走两下的话，我觉得白棋有点悬了，那里看起来要看成这样，这白棋就这条路了、只能这样跳出来，这个一冲完之后也没眼，那确实是、如果你要挡这个的话，他这样就走几下，这一飞然后是快凉快了，他是不是可以他的来不及，他如果说这样，您刚才摆的是，我就是假设这地方有子儿的话，假设有子儿，那就有点凶险了。确实，长一个，我是不是可以跳在这儿？我刚才看，跳这儿他可能也有冲。现在白棋恐怕不见得敢硬了，因为这太凶险了。黑棋本身点几个也不没什么亏，这不敢出来，待会儿再扳他一下，这硬还是不硬还不知道。点几个也不亏，但是怎么办呢？你这个被冲下去也受不了，好为难呀。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妙计吧。我是已经没招了，这个棋，要我下，我指不定现在考虑投降了。因为我这个到处都薄，空还不够。这个其实黑棋这个攻击是很直线型的，但是这样直线型的攻击，你如果挡不住的话，他可能非常的严厉。直线攻击也是姜维杰的这个特点。是。怎么办？哟，他使出了这样的一手。点一个，我明白他什么意思了啊？他是这个意思，点一个他是粘上，啊、然后这个本身点着肯定是送啊。他这里可以点着一下。他为了使这个点变成先手，对，防止刚才我们说的你爬这个位被人扳着先手、支援这两块中间的死活。如果你要先点呢，又人家肯定会冲出来啊，这样你再点上就粘这个了，对，断不开。所以我先试你个硬手，如果你要现在粘这个的话呢，我冲过来之后。你这块眼位不足，没错，我就可以反击了。所以你一定得站在这样的，我这个点先手，等于是救急手段，我觉得不错、是，这个还是挺有用的。至少这一下子，我要看到这一招，我会选择继续站着，不想投降了。刚才已经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刚才爬过被人搬过去，不知道怎么办。这应该能走到，这个黑棋被粘上应该受不了。但是这也很损呐、这也很损。接下来这个冲完之后，这什么二路点都来了。对。但无论怎么讲，先救急了啊！先救急了。
他点一个黑棋，现在还没有粘住，估计这个这得粘吧，这不能不粘吧？这受不了，他粘上了，粘着啊、嗯。然后爬过，哎，这救急了。哎，杨鼎新还挺有招，大高手啊，有招、嗯、这个确实。哎，那这种地方你就得使出点招来才行，要不然肯定就不行了。这小的损失等于解决了这个大的问题。嗯、对，这其实也没损多少。嗯，如果算了人家挤住的话，不会挤的。这个就先就啥时候黑棋、也是管这个对是吧、哎？对对，好吧，总是损的，总是损的，嗯、但是确实没损多少。对。你现在就别说损个一两目了，你就损个四五目我也换了。对，跳板已经扛不住了，快、嗯，这样的现在难题又留给姜维杰了、嗯。本来以为已经想着可以回家吃饭了，嗯、现在还得继续下了。这个冲断了之后，这里哦不，这本身很损，当然是、嗯、对那个不能，这损的有点猛的，嗯、对。因为黑棋不是说一定要吃白棋啊、哦，对，他可以不吃。哦、这个杨他还要反击呢，他贴起来来劲儿了，他要揪住他，这也很有意思啊。黑棋跳了一个，来劲儿了，跳这个，但是他有这个贴之后，确实对这边有很大帮助。等、嗯、会一步就靠住他。这棋摆黑棋也不能太放松了、嗯，因为你得注意啊，这人家抢了一个好大的，没错，你现在就是。你要什么都攻不着，这也不一定就好了啊，那个棋。所以我下棋我就觉得，像中间这样的飞的攻击，我觉得还是把目数先走到，心里比较踏实。嗯、是的，但是姜维杰他一定是又靠着这一手，占了很多便宜啊。对，没想到这个杨鼎新这次有这一机敏的一招啊，舍、嗯、小就大。人家先把那个难关给度过了，但是度过难关之后，黑棋的这个目啊。你可以、哦、就得好好算一算，这个白棋这个子啊，这个先手刺对这个死活还是很有好、哦、差很多。你看现在这样，他一尖他就跑了，对啊，他就连回去多了这一个子。嗯，现在这个应该是暂时问题不大了。他不怕了啊、哦，那这个杨鼎新这个刺下的好啊，这等于度过了一个大难关。对，要不然就是觉得很、嗯、已经很困难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嗯，但是这样一来的话，黑棋的目数是不是占优呢？要打一个问号。嗯、得慢慢下了，得慢慢下了这棋。嗯，估计想一下子就吃掉了白棋一块是不容易了。嗯，很考压力。仍然走得很紧凑。白棋就长，这里他别乱动劲儿，因为动劲儿他一旦厚了的话，哎、中间危险。你比方说你这翻一个，人家就退一个。嗯，你这还是得粘回来，那这俩交换显然亏了。是的，该忍还是得忍的。嗯。现在黑棋走什么？黑棋得守控了吧？是啊，我就想着这怎么不守啊？把你急的，这个是现在估计得听你的了。早先这儿就不想飞了，赶紧把这个守了。现在你要守这个，我这个尖过来，他这不反击又显得有作用。是啊，就觉得这个尖冲一下亏了，就说他是啊。刚才中间都别走，我就想拆二，然后他中间连一个，我就把这个守了，赶紧。其实我现在也有点赞同你了。我还是看着木啊、这都是。但是你没哪想到让人家有这种棋啊，那倒是、本没有这种棋，你马上就可以把对方拿下了啊、一举把人搞定、那还是很过瘾的事情啊、但是这棋好像没那么容易啊、等于一个重拳被他闪过了。嗯，那怪不得现在姜维杰也开始长考了。嗯，那接下来该走什么了呢？估计还是得在右上角下棋吧，因为这块暂时吃不掉了。对，吃不住人家了，但是吃不住白棋也还是仍然有活。现在就是外边还有点路，如果是黑棋把这一带有几个子的话，嗯、那这边可能还可以强杀了、他就会把你那个后路断了，让你往中间去。嗯、所以说，无论怎么讲，应该还是黑棋主动。是的，这个棋。嗯，对，黑棋确实是好下一些，但是呢，这步棋显然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啊？他要挟他中间、基本思路还是不放过你这个，嗯、不能让我这个都白走了、啊。然后这边呢也有这个二路点的这个官子，嗯，他确实他的思路是比较连贯的这个下法，当然这只要能把白棋击溃，他这样打、当然是正确的。哎呀，所以还是白棋困难的局面了、因为这个确实是啊不活了啊，确实不活了。那怎么走一个，这走一个好像没见到两只眼是，就清楚的两只眼是没有见到、干脆就像你说的反击了。嗯，啊，这棋也很精彩啊，这可见这个想赢高手一般有多困难啊，真是、哪有那么容易呢？赢盘棋没那么容易了、这个段也是，你如果要打吃。长，如果要这样，他这一尖，他是不是尖一个就活了，这样他就活了。刚才就把这个这地方出来一个眼就活了，
是。嗯，如果你要不给我活的话，我先断一下，总是便宜的。嗯，我估计姜伟杰现在不会走这个给他活的，要不然他这些全白走了。嗯，所以他可能会选择这个。嗯，哦，很思路非常灵活啊。我这个谁说的？你断一个，我一定得打吃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硬呢？我一定要打吃，为什么呢？这是、啊、这都是里边嘛，啊，是不是、嗯？我们那边先顶一个，对，试试你硬手、嗯。所以这种地方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妥协的，你把你想下的先下了，啊，你不要一直跟着他下。没有人规定说人家断了你一定要打过去的。而且现在 AI 的三大绝招之一就是妥协呢。嗯、啊、，AI 特别灵活。嗯。哦，能脱线就脱线，是灵活是 AI 的一大特点。哇，真厚，挡住、啊、这个看着好像是个后手似的啊，嗯、但是真厚，嗯，但是如果是白棋也脱线呢？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还在看这底下有什么棋吗？难道说我没看出来有什么棋？本来是有二路点的啊、嗯，现在二路点似乎也没了。嗯啊，但是它的好处是这个头变软了，这个冲断是先手，是这个头变软了之后，它这个子活力增加了。嗯，那如果多了这些以后，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再飞一下，再退回来，估计白棋这个直接就快凉快了。他、嗯、这个虎一个白棋比较难受嘛，还要冲断虎一个，你又下不动，你不能乱靠。所以说，看似走了个后手，实际上你也得在这儿补、嗯嗯，对，也得补棋。嗯，嗯，他是打吃吧？打吃，嗯，打吃，但是也没活干净啊，我看着。啊、哦，他就虎一个吗，他就虎一个，他是逃不虎怕什么呢？也没啥怕的，他就怕你挤完之后贴住了先手，所以他走了得。哦、这样。嗯。嗯，然后还继续冲。他长一个，他不是往这边长了吗？啊、嗯，他是想要贴这个先手，你得、哦、你得看明白。哎，他要退完之后，哦、这挤要贴着先手。我都不太明白、嗯，我想他为什么不把自己一手连干净呢？嗯，他要木数，他不仅仅是还要这个、哦、你这个全都先手，你这个、嗯、这还得往回走呢。嗯，人家还要木数。嗯，但是这也就是说，黑棋这地方貌似落了个后手啊，嗯、实际上他因为牵制着你的中央，对、嗯，也是一个先手。没错，嗯，再冲一下，他就不愿意被他贴嘛。是啊。这地方双方都是很较劲，有点勾心斗角，对，很较劲的。嗯，但是我其实觉得，如果被人家冲一个，也蛮难受的。嗯，是不是还是算了？你别老想着去较那个劲了。你就像你说的，我觉得长也挺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我很理解，我给你解读一下啊。嗯，你看啊，你这个没走，打吃你得提吧，我就提掉吗？啊、我这飞，对，你得顶吧，你飞一个，我得顶。啊，假设我以后跳一个的时候，你难不难受？跳一个我就冲。我自然你不能冲断的时候，咱们就是表演一下吧啊！你假设一旦不能冲断，我跳一个，你难不难受？那是有点难受。就是说，如果你这儿有个子，你跳一个，我必须得撵回去。对，所以他不愿意这样退，他不干是吧？他想着，哎，我这样多好，我活了。结果他一冲，他也难受，因为这挡不了，就走不动了。所以说就，这个有点别扭啊，有点别扭。可不吗？嗯。现在这个还是右上角是焦点哦，他是你冲一个，我不是不会了吗？我挡还不挡不知道，他干脆就不下了。这以后一看不点三三，还是都不活，他没活，没错，挡一个，嗯，然后白棋搬黑棋过啊，那就是先把木捞了，先把木捞了再说，十目十八二十八四三十五目，白棋是不到四十目啊，嗯，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十五。黑棋差不多也不到四十目，也就是说黑棋，嗯，当然能吃一块自然好，那、吃不着呢，借公鸡讨个贴目的便宜也够。所以我觉得还是咱们先把目守住吧。我觉得，奉劝广大棋友，我们没有这么姜维杰这么大的力量的话，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先把目守住，比较靠谱。这个、喜欢看姜维杰的棋的人更多呀，啊，好看。他几大了？那这个这多漂亮，这又开始攻击你了，这吃一块，我还是支持黑棋。他下得很过瘾，但毫无疑问他下得很好，嗯，但是如果你把握不住的话，没有这么大力量的话，这就是着眼点不同了，就是在这个攻击者的眼里边，哎呀，你这都快死了是不是啊？嗯，我们还在着急呢，现在他说你这怎么办，都快死了。嗯，这
这个而且黑棋并不是说必须得吃你啊，黑棋刚才我们、他可能占点便宜、比如说他把这几个子吃了也行，走一贴木的便宜就可以，待会打一个走一贴木的便宜就够了、这个虎吧，就你前面不是一直想虎吗？对，但现在虎一个已经不太一样了、啊，你已经我这个爹现在被点了，我好心疼啊、哎呀，点的你非常心痛、是吧？对，点的我非常心痛、是，那看来你不是这个喜欢吃棋的、对，我不是那种类型的、喜欢收控的风格、那你应该比较欣赏这个欣赏杨鼎新，杨鼎新就是这种棋。虽然王老师他老是说我力量比较大，但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这非我本意。你的意思你是纸老虎是吧？只能吓唬吓唬别人。能不吃就不吃、这可被我看破了。我以后知道了怎么对付你知道了。这还是虎一个。就不停的给你这个时间压力、这确实是已经快死了。这将来这一靠一挡拐拐这往哪儿活呀。哦不对，靠完这个子有可能被你打住。我靠一下也不亏啊，你这个眼型还是有问题的。反正这里面两只眼肯定是没看清楚。这不走的话这被一断就漏了，所以这对这个随便断一个就行了、白棋肯定得补吧，就看它补在哪里、它补在这儿的话。补在这儿。那现在白棋是该捞的母都捞着了、是不是啊、你现在在数数目，我相信白棋绝对是不落后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了啊。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心里没把握，可能姜维杰觉得你这都已经死挺了、已经好找死了。好吧。我们看看姜维杰怎么攻击这个白棋这块啊，这不是攻击了，现在估计姜维杰要吃了、因为白棋捞得太猛了，这儿捞了那儿捞，白棋全把木给抢。这好像逼他已经也没什么退路了，黑棋必须得使点狠招才行。但是我相信如果说比方说纠缠着把你那个吃了，那或者取得实木的便宜也可以、也行、也可以。这种棋咱们确实是不太会下了，但是我相信姜维杰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步棋对就看出啊，这个姜维杰对这个形势还是非常的自信的。这步棋就属于是介于攻跟吃之间，因为它防止了你这个，你将来你急了的时候你这边全都不要，你可以跑出来。没错没错，而且这步打本身就有个目挺大的。是的，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让你走你也死了、你已经死了。这个意思就是让你走你也不活是吧？对对对，这确实好像白棋一手棋想活好像不太容易，这尖在这儿能活吗？这真要杀的时候好像是不太火，这都铁厚了，我就这样、这样我想硬杀你走后面、而且呢我正在看这块棋，对，我是看、如果他有各种搜刮的话，对，如果一顶住你就得忙活活、那这个你也有点受不了、这个打还是非常老道的、对，这个打下的挺好的、这个我支持他、这个估计白棋得走了。我支持他、白棋不再不走就太夸张了、他是小尖的、那这个将来这一靠一冲是个卡眼啊，或者说靠完了这个靠完赶紧连回去，靠完我就顶在这儿，靠完了顶一个是吧，这样你再打我就可以跑了。天哪，这个白棋只能这样往外跑。看着也是生路渺茫啊，最主要是你还不能连累别的地方，还是困难，还是白棋困难，因为还是啊，黑棋不一定非要吃你，黑棋没错，他还是可以收的，是吧？我们看看这个姜维杰怎么占便宜啊？来了，这个他把这个先粘上，这也巨大呀，确实。还带着白棋的死活，这下得好，这种棋最让你难受了，是的，对，也是你最担心的、啊，是，这个我喜欢。确实是难受，这黑白棋不仅仅是活棋的问题啊，白棋还得走着木。现在看起来这个点三三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了，要不然刚才是觉得太心疼了。杨鼎新拼的真猛啊、他要收木，前面咱们就担心被顶住这块、他先不管，这我先把这个也给你捞了。这我估计姜维杰要生气了啊！这个你这还敢不脱鞋？这块不活也就算了，你那块还来一块不活的，还敢脱鞋？看看姜维杰这个生气之后是什么表现？姜维杰他现在是在清华读书啊。哦，是吗？他已经读了几年了，这个他的成绩似乎还一直没下降啊。
对啊，前不久在日本的这个那个最强战啊，也表现非常好。你看他等级分一直保持在前十的话，那就说明综合的成绩肯定是比较出色的。等级分在第八位，是啊，所以这个读书也不一定就对下棋有多大影响，没错，可能是功夫真的是在棋外。对，而且现在有了 AI 了，这姜维杰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池阳叶跟 AI 下的多，但是其实第二多的恐怕就是姜维杰了。哦，他们是经常跟 AI 下。哎，对，跟 AI 下，等于他跟一个，他们都有点，其实我挺佩服的。对啊，我觉得是不停的受折磨，被虐的这种倾向啊，勇气非常的足。你下跟 AI 下，一般坚持不了白手啊，就已经花瓜了。能不停的这个屡败屡战，这个确实是意志非常坚非常强。但是由此他们也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啊。姜维杰这个棋就下得很好。因为大家的概念都是用 AI 复盘，然后摆变化。对，你跟高手下，那总是会有好处的。是的。而且 AI 才不讲给你什么情面，该杀你就杀你。是的。学到最真的招啊！果然来了，这个姜维杰生气了。现在主要是如果没有那个的牵连，我觉得白棋做活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想两块都保，我觉得是挺难的，虽然我下的时候不见得有勇气啊，会这样去杀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客观而论，白棋是挺难的。这一代黑棋只要多两个子，那这一丁或者一尖，什么玩一个一尖，这不是死得很干净吗？就觉得是，贴这是必须要贴，然后，他贴了一个。白棋贴了一个是吧？这黑棋是不是这一代走一个？那他就是准备要收拾他。是啊，因为你把这个抢，你顶啊，对，好像这个让人忍无可忍了，是吧？区别太大，他一顶完，白棋这个还被搜刮。你现在一顶的，你要一挡着，那被一扳，目全没了。所以说黑棋现在生气了嘛，所以说，黑棋打了一个。这个是赤裸裸的接上吧，这好像已经没什么好必须得接，因为不是接。这一代已经没什么道理可讲了，就是看怎么杀棋的问题了。白棋现在黑棋要缠着这个杀那个，这两块杀一块。黑棋要都不杀的话，估计也够，也这个目数也被捞得够呛。现在估计得进入杀棋模式了。对，这个可能棋迷朋友们比较喜欢。对，而且看起来比较过瘾。在这个就是一分钟之内嘛，三十秒就得落子。这绝对是考验计算能力。对对，还有感觉啊。这下在什么地方嘛？这是一个。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敢搬吗？这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吓唬人的这个办法啊？你敢搬吗？主要现在黑棋还是可以，就是有退路的，他不是要孤注一掷的杀棋，这就比较好搬。他如果说必须把他杀了，不杀就不行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对，就是哎呀，杨锦新也真是胆儿大呀！我来吧，我就搬，因为你要不搬的话，被人家立下来，这跟顶的效果差不多。对，还不见得，有可能被人家立下来还亏了。因为人家立下来还得大伸腿进去了。那现在这姜维杰不给我面子，那也估计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杀吧。这个先断你黑路，是要走这个。这个我觉得白棋很危险。好凶险呐、这个多一个子的还帮助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怎么讲，白棋拼搏成这样子也算是这个尽力了。好吧。因为这可以说是你本来是安乐了啊。对、就是、肯定不太行了。就收收控就大败的棋，现在就。逼得人家必须得吃你，你也有了这个争胜的机会。跳，他现在肯定是要，就是说，假如说白棋能把这块活出来，现在已经搬到了目数上，我觉得白棋并不，不用说了，并不差。现在黑棋必须得这块跟脚里吃一块，收控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就被搬着。杨锦新太不给面子了，这被搬着了。对，这个得接上了。
客观而论，我觉得白棋还是太危险了，因为白棋的任务得两块活，只活中央应该问题还是不大的。这块没活，小李还要活，可不难。嗯，然后得靠这个，你就替他想办法。这个啊、这个是不是感觉上像点活棋？一般都这么下的，就是制孤的时候都这样想。嗯，靠我就搬。搬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这要怎么活？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教我一下。这个时候可能，比方说要跟姜维杰下，咱们下黑也输，下白也输，是吗？你下黑的话，他就活了；你下白，他就把你杀了。不，你给我一个小时的话，我也许有希望。这个、我下黑棋有希望，我下白棋感觉没什么希望。得讲究实力啊！这因为这30秒的快棋啊，我30秒的快棋，肯定下谁都输。但感觉上是白棋危险。靠一个黑棋弯了一下，这啊、把这个先把脚里的定借用走了。哦，他这走完了，他这个虎了压过来都可以，那这个连搬回去的机会都没有。嗯，那岂不是死的啊？你也有信心、啊？我觉得死的好干净。啊、看到这不顶，你也有信心啊？对啊，嗯，是的，是的，这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有些时候摆上去觉得挺好，但自己下的时候却下不出来。他们下，他们总是能找到最好的那种方法。对，说明我们有这个欣赏力，就跟你看画一样，看人家，哎呀，这幅画好看，哎呀，这首诗好美，自己做不出来，自己也画不出来，没有那个实力。嗯，对，辅助。嗯，其实主要是这个让白棋走，白棋眼也未见得答得出来。对，让他走一个，他还是没有活。给我们这个是郁闷的地方。给我们姜维杰给我们的一个思路吧。杀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可能跟着他走，他反倒眼位比较容易做。对啊，你把周围都给走后了，嗯，你把包围圈完成，随便让他蹦的，他也可能也逃不出去。我记得王老师当年那个力量也很大，是不是？哎呦，我这个跟姜维杰比起来就差远了。这力量主要还是你的这个，就是跟你的判断跟价值观有关系啊。哦，是吗？啊，对，就是。我以为就是计算的问题。啊，那不是计算，他觉得这个地方是我的，啊，就是有力量，但是你非要来，那我是他是觉得他被迫反击啊，对对对，知道吧？他觉得我其实我已经很客气了，但是你已经觉得忍无可忍了，这个判断是区别很大的。确实，好像有一次跟十月沟通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他最强的时候不是说场均一条龙吗？我们就问他为什么每盘棋都能吃人的棋，他就觉得他说，这里你本来不应该打进来的地方，那你既然打进来了，我就应该把你吃掉。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他觉得还挺委屈的，我本想吃你的。对啊，谁让你从这儿打进来的？嗯，这个你要不走，一粒虽然能活啊，但惨不忍睹。一粒你走这个能活，但是这个先手被吃俩，这十几目就没了。而且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白棋走后，黑棋走后之后你还是活不了。就是我这儿随便加一个，你会发现这一手棋还是不知道搁在哪儿才能活。哎，你比如你顶一个，我退一个，退一个还是没活。你这个还差两手棋呢啊，还差一手，你得来把飞刀才能活。是，可不吗？这就是这个姜维杰的高明之处吧？他先把自己走后了。嗯。现在那个白棋是比较悲势了啊，姜维杰这三招一出，嗯，我们突然发现好像这个白棋这个生路渺茫。对啊，这白棋怎么办呢？接下来，对姜维杰下的确实好啊。嗯嗯，确实不愧为这个等级分，第八啊，而且他也拿过世界冠军啊，也是这个 L 级的棋王赛。他之前正好先交换了一下。哦，这个是哦，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是黑棋的绝仙啊，可能是打了个将。哦，不知道他是靠的时候他大飞的还是什么时候大飞了一下。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收束呢是这样子，大概是黑棋推回来是吧？先手，然后推一个啊，这个好是吧？这个的话一样啊，这个也有一幕一样，高兴向哪儿向哪儿。这个王老师刚才说弯在这儿，我记住了。对对对，这应该是这个局部的正手。嗯，只有白棋五目棋。嗯，因为你不能粘上，粘上被打，这子掉了。死了啊，对。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粘就死了啊，对。他打吃，姜维杰现在也是落子很快了，说明已经很有把握了，看清。怎么办呢？你这个连不回去啊，一冲连一退藏一个一粘，然后粘上这一尖还是死了，发现
扳也连不过去，扳他也跑，该他断，人家走后之后只要是能断就行。这个棋他如果说这样，然后我看这个变化，这我是不是直接断你也吃不掉我、哦、好吧。这办法很多了、惨不忍睹，办法很多了，就是这直接断你也挣不掉我，打不掉。但是你要走这时候我肯定先把这个先手走。十分畅快的便宜，这好像横竖都不太行。这两下如果走完了之后，我觉得往这边连，那是天方夜谭，根本就不可能连得上。很有意思啊，宁可玉碎啊，反正我走一个也活不了、你走吧。他是这样想的，我万一要走一个，这个已经被你整个生不如死了，是啊，最后这样全死了，那太丢人了、两边都还不如，我还拼了，我先把这上边给走、来吧，吃了我反正都是一输嘛，是吧。这也很有意思。这个还轮黑几下啊，这简直是。现在他们应该也都心知肚明了。对，这肯定是活不了的。接上。这个如果说是断一个会好一点吗？觉得断感觉就是俗手、就不太好。对，因为他这边已经连不回去了，你就让他接、这个地方比较重要。反正他这个你要这个气紧了，别人又产生点什么事儿。他这边连不上去。他假如说粘的话，黑棋就虎一个。对呀、我虎我走哪儿你都连不回去嘛，对吧？反正你连不上就行。哎，对，连不上就行。这样你这两点黑棋必得七，你这个怎么活呀？你看你长，我还可以先刺那个地方。那就已经。对你补完段，我是不是可以脱先了？你后手刺是吧？后手刺。看不到活路了，对不起。这好像白棋实在是活不了。对，杨立新还在利用最后的时间在思考，他小尖了一个。对。先把你这也是啊，先把你端开再说呗。那这个地方白棋的这个气也是够紧的了，这以后打了一场，这都是。我怎么觉得这底下又要考虑死活问题？都不愉快的。形状不愉快。这是棋中断竹生嘛，那还能怎么样，把这个断开指望着能跟黑棋或许有杀气的机会。即便生路渺茫了已经是。对，这个长这个被刺一个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不行。对。那走哪儿能行呢？这个吗？这个就更从实战角度，我觉得这种乱飞一棋可能是更能搅和搅和。反正得走一个你没想着的好，你要想逆转，就不能让人家这个都每步棋都知道是吧？招招都在预料之中。那我就先打一下。你走一个他没想着的，哎，他这或许有可能犯错误。现在就下到这儿，断吃长。是。这盘棋如果说姜维杰最后真的屠龙成功了，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局啊。搬这个。搬这个，那我这肯定是这个打吃现在应该没有保留了。对，然后再断了。打吃完再断。这看不出来有什么活路，确实是。这一带也没有什么借用，断打的话我就拍吃在这儿。你提掉还是个后手。对，这里断打它可以拍吃在这儿，没有用。它不会长的。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个有路了。姜维杰现在落子也比较果断了。所以说明他也差不多了，应该看清楚了吧都。确实，其实现在我也看清楚了。要我下我也有信心了、很有信心把它吃掉是吧？现在很想把姜维杰换下来。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让我来吧。很有意思，确实。他们平时如果说没有比赛的时候，在国家队自己下训练棋吗？现在这个他们都比较喜欢下这个四人联手棋。四人联棋，而且还是自由落子。二对二。对，两二对二，然后十秒。自由落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谁想下就下啊，俩人一边，你看清了你下，所以经常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交给你了。然后俩人还能商量，就是你想下你就下是吧？对对，你来吧。就比方说一旦碰到杀棋的时候，就可能是姜维杰你来吧。啊，到收控的时候杨立新你来吧是吧？对对对，就比较自由。这很有意思，确实。
这样对提高是不是会很有帮助呢？然后不是这一、这个只要是在下棋在训练的、都是有好处的帮助，那倒是、但是这更多的还是乐呵啊，经常经常场面比较热闹，因为不仅仅是有下棋的，旁边经常有一大围一圈观战，不但观战还会说这个棋应该走这儿，又怎么样？还有各种支招的是吧？对，支招下棋呢也不烦，哎，挺好玩的，确实。大家开开心心的在那儿享受这个围棋的乐趣。我现在特别喜欢给人家支招，因为自己下老下不赢，给人家支招觉得很有乐趣。对对对，下次也欢迎你去啊，给他们支招。啊、哦，往这里贴，这个、往这里贴也是。估计也是没招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也看不懂，看不懂是吧？这个提示先生，这两个一人一个，我就虎一个，我不明白，也看不懂了。这有什么用吗？这个几个先手，这打士也是后手，这么冲、冲也冲不动。是，我们估计现在黑棋走哪个白棋，现在姜维杰陷入一种可能不会的啊。但是在即便这种时候，你看啊，姜维杰下的仍然非常好。哎，他走这个，要谨慎，一定要谨慎。这个很有妙味啊。对，他在这一带走什么，其实都在白棋的计划预料之中。哎，我走这个，我不动，你这反倒动不了了。你看你现在在冲，他唬住你，对，气是紧的。他假如说粘上吗、你要一粘的话，我就这边就随便下了、你这个先手被我画了，确实、你要现在走这个的话，我这也唬住这个袜也，你看，就是在走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呢，走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他仍然能下出最好的一步。这真是实力的体现。没错。因为袜有粘上，即使白起把这口气粘上，这里也一点事儿都没有，跟这边没关系。这个估计杨鼎新是绝望中、已经很绝望了，绝望中这吃一下。但是你看杨鼎新也没有放弃哦，对，仍然每步棋都想到这个，想到这个最后一秒才下。这也是啊，这个身为这个顶尖高手，被人家吃大龙都是属于是非常非常不爽的事情啊。那咱们棋友吃人家一条大龙都高兴好几天，但是顶尖高手的要大龙会更美味啊，更美味了是吧？那是确实没招了。这看着实在是没路了，我都不知道他走哪儿。再往前，再往前贴一个，这都无效呀，这没辅助的，没有用啊，这是自己的气紧呐、那个。黑棋都是活的，你没法跟他杀棋，这样马上冲过来了。这估计下坚持不了几手了，因为实在是没地儿可去啊。这个铜墙铁壁啊，这个黑棋准备工作，你看这当初要没有这步棋也不行啊。这步将换其实很有必要。对啊，如果没有这步的话，那完全不一样了。这步拿走，现在白棋。如果说这样的话，对呀、那是有点天差地远。对，差的有点多，是看起来这个可能。白棋之前不用拱，对呀、随便一冲，黑棋可能就断了。这个对、这肯定不一样了吧？我觉得至少会有些变数。他现在是这样的，然后白棋弯了一个。好，真顽强，这个依然在苦苦的挣扎之中。这不行了，这个棋。他是这样的，他说你呢，你这地方你是冲不断我的，冲了粘上，这正好跑一个。想等着捡这个啥？那不可能，那当然，这绝不可能。就说你这两步棋，不可能啊！这个最近的柯洁都出过两次不可能了。刚才是还想说这些问题啊，这也可能是杨鼎新还在坚持的原因。两盘柯洁都在。已经胜定的情况下出现大勺子输掉了但是这个姜维杰不是柯洁，此劫非彼劫啊，这个姜维杰应该不会这样子。但是也有人说呢，说如果说这个对面做的不是朴廷桓的话，可能柯洁就给他造成的那个压力不一样的话，对，那个地方那当然他可能不会出那样的勺子。是的，因为比如贺岁杯上那个小尖他会没看见啊、对、是的，这高手呢总是会给你最大压力的，就跟这个高手的，即便是已经怎么下都死了，他也仍然下出最好的一手。没错。对，那接下来这个，你看，我们再给大家拐一个，拐一个，假如说，你好，投这个，这个得
灭这个眼吧。嗯，然后白棋爬、啊。我都不用考虑这种妙手了、嗯，我就是笨笨的一接，你来吧。嗯，然后马上就冲过来了，把你冲死，我只能站着。这个破我这个眼了。啊，那我这样就活了吧？那就活了，这配合一下，这没错。破我这个眼。配合一下。啊，对，你看这一冲，两边都不入棋啊。嗯，所以说这个黑棋活得很挺了，这个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嗯、这个棋。哦，确实已经结束了，他们在摆。哦，已经结束了。嗯，白棋就没再下了，他长一个，他是没再下。那是，确实已经。这已经没法下了。看看他们的手往哪放。啊、嗯。哦，这果然，这个杨立新觉得可能当初这步占缓了，你看他把这个棋子拿去了。哦。哎、他可能是在说这个啊，这个占是他导致他被动的一个起因。没错。我觉得他们下完之后都心里都会很明白，就是当初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吃了苦头了。、啊、这盘棋姜维杰下得很漂亮、嗯、屠龙大胜啊，这是，对，是的、啊、近30个字的一条龙啊，嗯，看来两个人的意见都是比较一致，就杨鼎新可能觉得那个地方吃亏之后、两个人都在探讨还有左下角这个局部的这个得失、嗯嗯，非常畅快的一局啊！这对于姜维杰来讲，嗯、杨鼎新说说自己笑了。杨鼎新的心态是非常好的，嗯，所以说他虽然被杨吃一条龙，嗯、但是他也会给自己能找到理由。你看姜维杰下得好，他之前跟十月下 LG 杯决赛的时候，人家就问他，他说夺冠之后，他说也很普通，好像觉得，对，如果说这次。嗯，他下不赢呢，他就还有下次，没关系，反正他年轻。嗯，对。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执黑的姜维杰非常漂亮的战胜了杨鼎新啊啊。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再把这盘棋关键的地方啊再摆一摆。好，先休息一下。欢迎回来啊！那么我们刚才呢，看了这个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杨鼎新和姜维杰的对局啊。那么还有点时间，我们给大家把这盘棋几个关键的地方啊再回顾一下啊。这盘棋呢是由姜维杰执黑先行的啊，对，行为、嗯、下了个小目，哎，流行布局了，嗯，把它挂了一个，哎，互挂，嗯。这个挂角的时候呢，王老师，我看现在有飞的也有尖的。啊、嗯，这个是这样，如果说要防守的话啊、尖和飞，如果是要攻击的话，这个对现在低挂最严厉的是这一尖高架。一尖高架、哎、是吧？啊、嗯，我看有一阵二尖高架特别流行。嗯，二尖高架。然后各种套路。啊、对，是，嗯，最严厉的下法。哦，这是最严厉的下法。也看得很清楚啊，这对他这个离他最近，嗯、对他的压力最大。啊、那您觉得如果说白棋现在选这个一尖高架怎么样呢？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啊、哦，也挺好，特别是因为你这边已经有接应了嘛，嗯、啊、嗯，但是一尖高架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得对人家飞之后的后续变化得掌握得很精通、哦、因为人家一飞的时候你要一爬就明显啊、哦、那就不用冲，所以只能冲断，那肯定是冲断的，哎，一冲断接下来会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哦、啊、是这样，如果你要没有这个
这个变化掌握得很熟练的话，你一飞压人一冲断你就傻眼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就是你一见高阶压你也得对那个飞有比较那个深的研究。哦，人家一加完之后你要飞人家也得有比较深的研究。嗯，因为接下来的变化都是必然的。嗯，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既然杨鼎新走了这个，说明他可能对于这个一肩高加那个飞之后的变化呢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他不敢加，因为你一加人家一飞你就没有退路了。对，这看起来今天时间不够，改天等那个有时间的时候好好问问王老师这个。对，那可以出一个专题了。怎么下的？对，太费劲，咱不下那个。小尖一个一肩加，一肩加呢，白棋也没有接着下了。对，他是不是觉得如果直接点三三的话，他会有什么担心呢？我没什么担心，我其实也推荐啊，就大家下这个就很好啊，就这个，人家只要一肩点三三，一肩加啊，你就点三三爬一个。哎，现在是爬的啊，这个得注意一点。对，不是粘的。哎，这以往的定式都是粘的啊。嗯，这个但是粘从胜率上降大概要降七个点左右吧。哦，这么多呀？哎，对，这个你像以前是大家都不动脑筋粘。啊，现在是不动脑筋的。对，是的。啊，你要能看见一个粘呢是很罕见，是是，你赶紧记住，你教教他，你这期应该爬。哎，为什么不粘要爬了呢？是因为如果粘的话呢，将来今后白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哎外边欺负你一下，一个是这边加把你分段作战。这两个选择呢，白棋可以根据不同的局面自由进行，这个是可以比较难受的。你这一爬了呢，他两个选择都消失了，你只剩下一个担心呢，就是这个以后断的关系啊。哦，目前肯定是不能断，哎，这人家压先手就把你夹死了。哎，两个毛病呢，还是不如一个毛病比较好。啊，所以说这个爬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了。大家以后就都爬就行了。啊，这个局部比较通俗易懂，也是两分。假如说白棋点了三三，那也就是然后黑棋接下来拆一拆。点三三更符合，我也不觉得这些点三三有什么不好。哎，对，杨敏新的风格就是这种比较厚实简明，后半盘比较强的，官子比较厉害的，一判断这个见长的这么一个棋手，所以他应该是点三三比较符合他的风格。觉得比较奇怪，他没走，显得更像姜维琴。然后接下来那步棋，那大飞这个，就是，比较少见。这我不是第一次见姜维琴下了啊，他这个而且不光是黑棋啊，他白棋也下过啊，所以就是刚才咱们在讲棋的时候，就是我对这步大飞其实还不太理解啊，这步大飞的好在哪里啊？但是姜维琴显然是理解了。改天碰到他能不能问问他，我也肯定要会问问他，要问问他，要会向他请教的。是这个，哎，为什么这个要大飞要让他给我讲讲？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各位棋友讲。好，这个挂一个。哎，这不拖也是这比较重的风水令啊，因为这正常的感觉一般应该走这个。对，先加工你这个嘛啊，但是这盘棋姜维琴选择的拖，没错。这个局部咱们也说了，现在飞的人也很少了。这个局部对于黑棋来讲，其实基本上就两种选择，一个是拖，一个是碰啊，两种选择。但是碰完之后也是为了这个棋的。他实战选择挡下去了。哎，对，这个要没有这个字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下粘的。都是粘完之后压一下脱先，啊。这是一个，或者你就选择立，对，这是两个啊。只有在这边有子儿的时候，这冲下来才比较有力量。这个会起到接应的作用。拐一个，贪吃。这是一个基本的定式了。再去立，立，然后吃。这样这个子有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这时候这接出来，这体现出来这姜维琴的力量啊。这个因为这个。白棋两边都比较厚啊，他还要接出来。对，一般人的感觉可能会什么算了，或者烧脚去了。但是也正是这个局部，姜维琴占到便宜了啊。没错。所以可见这个姜维琴这个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对，是的。对。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这是应该占就是接出来跟人家战斗的棋。对，他可能理解这个地方是一个是一个战机啊。他不觉得他占下风这个。对。白棋跳。白棋跳。哎，对，继续尖刺。想占你点便宜啊，这个地方杨鼎新选择反击了啊。对。这确实是粘住会有点难受。对，他不太肯被人家尖一下。五，白棋翻。长。贴一个。
然后姜文，我记得看的时候姜文杰是秒搬是吗？这显得气势很足啊，他搬得比较快，确实啊，但是那这个杨立新也没得退了，忍无可忍，只有断。他是尝这个的时候他想了很久，嗯，可能他尝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要搬这个，对，就当初的选择，就是一连串的下法他都已经啊做好预判了。哎，这就是高手嘛，高手都不能下一步想一步，嗯，是的，肯定是下一步都算了接下来好几步。嗯，白棋这白棋只有断了，他是先断了是吧？哎呀，这你这一说我就打鼓了，是啥时候跑了一个，他是先跑的还是先断的？嗯，对，这个可以棋友肯定也能够知道的啊，可惜不能现在告诉我们，我们全做他先跑吧，因为这个既然跑了，既然这个不补，他这个总是跑也不亏。嗯，双是要点，对，然后啊，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啊，这个他们复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着重进行了探讨啊，杨鼎新首先就把这个字拿起来了，对，他可能就是对这步棋不满。我们在这个摆的时候呢也是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字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如果说选择长这个的话，假设你要跳的话，可以把这个争掉。嗯，争掉的同时啊，你也说了啊，这个冲断还防住了。没错，这样的话，这个效率可远远比这个好，就相当于这个和这个进行选择的时候，这个子白棋放在这儿，那不知道得好多少。嗯，啊，下在这儿你这也没起，你这个还被争掉了。嗯，那这样的话，白棋的局面应该是非常好。嗯，也因此呢，你长的时候黑棋不能跳这个，黑棋只能先断这个啊，断这个。哎，我尖，然后呢，你利用这个长的先手，长一个，然后再跳，然后再跳出来，这样的这个结果呢，白棋等于是这手棋也省下了，等于你实战的时候这地方花了一手啊，你现在这手棋可以放到这儿啊，虽然不如争的要好，但是仍然比实战要好得多。嗯，我估计他们在复盘的时候探讨的就是这个变化。嗯，那这样下的话，应该还是，我感觉是白棋不错的一盘棋啊，白棋这边很有发展啊。那么那边就是这边反正熬过去就行了，哎，因为你这边已经有可以了是吧，有收获了，这边就可以吃点亏受点委屈了。那倒是，他实战走在这儿之后的区别是这边没有收获，这边就受委屈了，等于白亏了啊。是的，这一飞很厉害，有点惨。哎，这一飞很厉害啊，这个地方姜文也用了几次啊，没有选择这个吃出来跟白棋一决死战的这个变化，他显然是对这个结果还是满意的。对，我认为这个姜文爷的判断也非常对啊，因为这地方正好有一点的好，没错，这点一个有点这也值得咱们棋友品味啊。如果先吃的话，你这个就不成立了，你再冲的话，也是断掉断了，这就不一样了。但是你先点呢，这个时候人家粘的时候，你就不是往这儿冲了，哎，把都断掉了，断这个啊，这是棋筋啊，这可是这不能乱死，这不能死，所以这先点是好棋啊，这不是墨数的问题，先点白棋只能粘，嗯，你这样再冲，你把这个白棋眼冲没了，粘上白棋度，这个是很便宜的，然后再长点，这时候就能看出这个子啊，要放在这儿呢，天壤之别，对，啊，这个是放在这儿啊，这个放到了这儿，这个长出来之后，这还产生了这个穿的这个问题，嗯。是的，然后白棋尖了一个，白棋尖，然后他这个扑，他这个次序很巧妙，他先扑了一下，先灭你个眼，这你只能提，对，然后再打这个是吧？没错，扑一个，然后打完了长，这边先手获得了一个先手，把你欺负到二路，然后这步棋也下的是非常好的啊，这正好是白棋的这么一个弱点。这个穿一个确实穿得好难受，你一爬它一长了就拐下来了，你这个断还得补，对，刚才王老师摆的变化是这样的，来一个黑棋长它粘上，我觉得白棋可能理性的可能还是只有选择这个变化，这样算了，这样吃住两个了，然后这边再飞出来作战，然后再这样，是吧？但这边当然是目数已经亏了。这样你后来我们实战这条龙就被吃了，所以可以看出区别。贴在这儿，这时候这块棋已经活了啊，这下面有个眼，可以放手攻击黑棋这个棋。的区别就是它活了。这个杨鼎新的实战这个下法也是很勉强的啊，靠了这样。他是靠了爬，这确实有点上火的感觉，好像。对，裂。不知道怎么办啊？裂心。不肯下成刚才王老师摆的那个变化图，然后他就下了一个特别火爆的变化，对，然后搬，是的，然后他还要搬这个，对呀，这时候其实我觉得
这个姜文杰可以选择这个下巴贴了，跳、跳一个，你让你那边吃，你就算全吃掉我了，我这边一煎也可以有很大规模的这个模样可以经营。我这一手棋怎么都干净不了，你要万一吃不掉我的话，那这棋你就没法下了。我这好像是很难吃的干净，我看了半天我没看到有一种就吃的特别干净的走法。对，但是姜文杰的还是以攻击著称啊，所以他可能在他眼里，哎呦那个不行，活不出来，所以他选择的是这个啊，选择的这个下法，这个下法也很好，因为这一虎是非常舒服的。对，等于当初啊，我们说这白棋有望为四十目的地方，现在就等于只剩五目棋了，对、没目了。这时候应该是，黑棋比较好下的局面。没错。但是白棋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飞出来，能争击攻击这个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他先尝过一个，对，他尝了一下粘上了，然后飞了一个。哎，这步棋下的也很好，是一出要点啊，你压他一长活了。对，然后这时候呢，我觉得啊，这是这盘棋杨鼎新的这个败招吧，可以说是啊，就导致局面严重恶化的一个重要的起因，就是这步靠。他如果现在冷静一点，先扛住的话，这局面还是比较漫长的吧？他扛住可能也是黑棋好下一些，但是他的机会要好多，好下的多。你别忘他压一个，他现在我觉得他正手应该压一个，压这个，压完是吧？哎，拐这个，拐这个。他实战呢，等于是黑棋这块棋已经变成厚了，脚也是黑的，没下好，确实是。他一无所获。对，那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直黑的姜维杰是中盘战胜了杨鼎新。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